岛这么久了，几乎没有碰过一个台湾人。好，好像是有，还没插旗哦。我们来这边的任务是一个寻找台湾太太。哈，台湾太太好吃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老板娘是小康哥的老婆 Kiki 的好朋友。那我想，你最爱吃什么？台湾东西最怀念。咸酥鸡。哦。咸酥臭豆腐。哦。你没有想办法把它引进来吗？其实我有考虑想要开个鸡排店。可以。他们一定会喜欢。对。对啊。什么 barbecue 没有用啊？台湾的咸酥鸡才厉害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你有发现就是你可能最习惯的是关岛什么，最不喜欢台湾什么？我觉得台湾就是比较步骤比较快了一些，就是岛上在岛屿上都比较 relax 哦，就是比较休闲一点，所以步骤比较没有。我们来试试看关岛人跟台湾人走路的速度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请镜头往后，我们来试试看一二三，我们往前走，预备备，起。哎，大家其实终于想老板娘回来了，然后老公就在那里。好开胃，它这一片就算什么？馄饨皮，馄饨皮，馄饨皮，大片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美国，它好像把它做的像 nachos， 像玉米脆片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开胃菜。在这边是不是很喜欢？就在这种料理就会加糯米啊？对啊，吃下去口感好像就是会很和谐，这样然后做一个乳化的那种感觉。对。但是我们来吃了这么多次的鲔鱼，真的只有他们这家是唯一一个有沾这个酱的辣的美乃滋。对，这吃起来就变得很日式。哎，我觉得一家日式餐厅好不好吃，真的要看炸鸡。炸鸡好吃，这家餐厅就成功了一半。太好吃吗？太道地的日本味。其实这一次的是算是天上的炸鸡。它那炸到就是很酥脆，对，它肉咬下去它就不会就是干硬的那种。你只要看到脚的地方，你吃起来全部都咔哧咔哧，就是很像。还有黑芝麻，是不是？很像我们去日式居酒屋的时候，一定要叫一盘这个，然后再配上一壶酒。这一定很下酒啊！哇，谢谢。我刚摸到哪里？我没有摸到，很辣的脚。顺的味道，因为我们料放的很多，所以其实那个本身饭比较好的，没那么多。好爽哦！我刚咬下
据说是饭跟肉梨的感觉很清爽，但咬到中间开始的时候变得开始酥脆。对，我觉得很人是这边，因为它很醋饭，有时候那个酸度会让你开胃。但这个是外面满满的都是料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，柴鱼片也不会说让你不好咬，然后那个油脂感都是饱的，肉梨那种滑的感觉，就觉得哦很过瘾。然后中间那个炸粉会让你觉得吃下去会。配搭相当的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来认姐姐了，快点。目前第一名，我这家店吗？哎，我老实说，我觉得目前第一名。哇哇！真的真的。其他家都不好吃，但他最推荐我们喜欢的口味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你来这边吃饭呢，如果你是网美的话，告诉大家怎么拍都好看，因为每一个每一道菜都跟花一样，都很漂亮。跟老板娘一起拍，景色更漂亮。哦，谢谢。记得来观察，来找观察的随堂哦。躺在这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好舒服，想起来了，要起来，不想上班，就躺在这里，不想起来，不能，好舒服，走起来了，姐，哎，走，哎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这个是最新的，然后也是台湾人最近很喜欢的一种文化，麻将，麻将。就是打十三张的，对对对，不是牌也可以，你要先坐，就是餐车哦，快餐车，哦，像这样，快餐车在美国是很流行哦，而且看到真的，一整排耶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你关岛书翻不到？因为这是最新才刚开始有，最近才有，然后是限定。每个礼拜四，我们来到关岛，关岛隶属于美国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可以不吃这里的鸡翅膀吗？哎呀，太棒了！要，老偷，他刚才正牌没开路就给我偷点了，受不了啊！惊讶什么？我们四个都在啊！对呀，对呀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怎么配合你啊？他已经好了，我们去拿，我们去拿，走走走。哎，我思思念念，哦哦，我是一个很爱吃美式食物的人，我不管在台湾的哪一家餐厅，我都会点。拜拜拜拜。哦，居然还有饭哎！哇，它其实蛮香的，好酷哦！所以水牛真的其实就是辣加酸。对，哇靠！哇靠！你们手是哇，有失觉，酸辣感，好呛啊！好呛，对，很呛的味道，光闻就有一种醋的味道了，酸吗？它是呛呛的感觉，有一点 Tabasco 那种酸味。我以为说它那种酸辣的酱是会满满的，整个裹在上面，其他的酱炒干干的，对，是干干，它好像还有在收干，所以比较像是鸡翅去炸过之后才刷上它一点那个酱。对，其实没有，它里面也有，你看它里面内层都还是有那个辣酱啊。哇！而且主要是它刚刚先炸过之后再煎它，所以你表皮这么脆，不是因为它单单炸过，它这种煎的。不过这边还有几家排队，它有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两家，我们如果不赶快去吃去买啊，它就没，等下就没了。看起来目前是这一家店人潮人很多。姐，有你最爱的。牛肉面，对对对，我好想吃牛肉面，是牛肉面吧？我们要试试看，可以来到这里试试看牛肉面。对啊，我们的评断才是最正确的。它这个不是牛肉，它上面写它是拉面。哦，它是拉面。对。这怎么还在架机器啦？你看这些人还在机器，你就已经说了，这都是台湾现在很喜欢的餐车文化。那美食，你看，哎，排队排那么久，终于到我们。你看人家到现在还在排，东西都来，但要赶快吃啊。对啊，我们就等他们煮做好。电视边等，电视边等，电视边等，电视边等。啊，这只好像真的就是泡面，但你看的肉超多，超级多，而且放很多那种生的那种洋葱丁在里面，感觉就很重口味。哇哇哇！好大一口哇！我跟你说，我以为它上面那个是牛油，但它上面的好像比较偏辣油的感觉。麻辣吗？红烧，红烧，但是红烧再辣一些些，不至于到麻辣。我只觉得主要是稍微对我来讲有那么咸一点点。它的这种牛肉好像就是手撕的那种，所以在吃每一口的时候，你挖起来你不会觉得它已经碎掉，你反而吃下去的时候。每一口面都可以搭上那个牛肉，就是非常好吃，然后都有那牛肉的香味，其实很过瘾。因为我发现很酷的东西，它这里面有加香菜，哎，我刚咬，它香菜梗，
所以超级有台湾味道。只是你到底没找到点？怎样？你再帮我去店冲过去看看什么店名？看什么店名？我可是我不知道什么，哎，赶紧 Google 给我吧，店名拍下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会英文嘛。来，好，我做。这个就是姐最爱的，对。然后美国人也最爱的是 chips， 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牛肉，然后淋了 cheese 酱。啊，这个好棒！哎，你的有香菜耶，很有香菜，也是香菜。香菜在墨西哥料理里面算是很重要的提味的东西。对，哦，我这个也很厉害，这个是 taco。我来关岛我就想要吃 taco， 终于被我吃到了。我刚咬了一口，里面是满满的牛肉。然后它很酷的是啊，它给你三种酱，一种是牛肉汤，那第二种呢是腌制的辣椒，嗯，墨西哥辣椒。辣椒，第三种呢是给的是 yogurt， 还有的，哇，好健康哦！它会有三种的口感，三种不一样的感受。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它里面满满的牛肉，你咬下去，哇，不喝的汤汁，它里面充满了满满的汤汁。我们表一表味，嗯，好不好？不过我们等一下，那边有一家那个意大利那个创意料理，我们去吃吃看。好，他们在地人真的很chill哎，直接你看，野餐，直接在那边野餐这样子。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大草坪，你看那边有小朋友就会在这里玩球，然后全家人在这里聚在一起，好棒哦。而且想吃什么自己去买，也不用怕说买大家不喜欢，想吃什么自己买，多开心！旅游就到这样，哪一家哪一家？每个礼拜四就是加这个，最近加这一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老板啊，他很喜欢意大利的料理，然后他结合了关岛当地的料理。比如说他可能是意大利的外表，但里面放的是关岛的材料。这样讲，对，对耶。是有一点是不合适的，也有可能它是意大利的外表，但里面是放韩国的东西。没错，我们站前看，点完之后我们一样到那边去吃。好，要排队，先点先点啊。吃东西，在雨中的你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了，快点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太浪漫，太浪漫，太幸福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在这边闲着先吃。来，我这里面是包的茄子跟猪肉。其实关岛的人很喜欢吃茄子，各种做法都有。然后加的这个酱呢是椰奶。我又觉得有点充足，椰香味超浓的，飘过来了。OK， 一定好吃。很可以，很可以，咸甜咸甜的，超好吃！你妈妈试试看。好好，这口吧，这口吧。超，哎，你要蘸酱，你要蘸酱，好一样。好一样。好，我解胃，我解胃，我。很好吃，它里面有那个泡菜吗？可以。嗯，它是绿咖喱，是不是？好像对。对，绿咖喱那个味道。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这个点了，子瑜完了，你要去冲去拍了。店名，一样食品，爱享受。这边加一个吗？可以，通过。好，去拍，去拍，去拍。店名，店名，店名。哎，我觉得绿咖喱真的很好。对，而且没有想说把绿咖喱加到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它没有那么辣，但它有点微微的刺刺的辣感。而且下饭的，竟然还搭韩式泡菜。来，帮我搭搭看。也好吃，哇，泡菜比较咸一点，当然是搭配它的白饭。对，那它的泡菜就是开胃的。它有甜的，这个会好解饿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栗酱吗？你们猜它里面是什么？好吃啊！我咬开给你们看。哦哦哦哦哦！好，来呀！哇，等一下，哇，看这个，哇，哇，后面这边是咬起来是好吃的。对，因为我刚才想说，哦，它应该是比较像是我们平常会吃到的那一种比较脆一点点，然后没有水分，可是它其实是 QQ 有点像甜甜圈的饼皮，甜甜圈的那个口感，然后加上妈妈的棉花糖，这个小朋友已经超爱，最饿哦，好好吃，爱吧，哎，姐吃一口，还是咸的，等一下，你先吃，不行啊，这个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强行输入，哎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想象中的甜，没有，他没有想象中的甜。巧克力酱，巧克力酱很多，上面还就是刷薄薄的一层，对，很厉害。对，是他的两排的餐车，其实你意想不到的美食。还是其实每一家都没有雷，只是我们只是挑三家，三家都中。最在这边最有名的 Chris Barbecue 他也在这边。这种资讯只有我们这边才有，什么旅游书？撕掉什么旅游书也是可以参考的，只是这个你在旅游书里头找不到。